大家好，今天用茄子还有土豆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。将去皮的土豆切成薄片，放入清水中洗去淀粉。茄子洗净后切掉根部，对半切开，再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宽度，不要切断，切像这样，然后把土豆塞到缝隙里面，做成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弄好后在表面撒上一层淀粉，锅中多烧一些食用油，油温七成热时放入锅中进行炸制，炸至底部变软翻面，继续炸至茄子变得香软，控油捞出，然后均匀的刷入适量的生抽，再放入椒盐粉、孜然粉还有辣椒粉，最后再撒上一点葱花。茄子和土豆这样做简单又好吃，如果不喜欢吃烧烤味的也可以弄点蒜蓉酱搭配，都是非常的美味可口。茄子香软，土豆香酥，这就是人间中的超级美味，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哦。